由陈法拉主演，华人女导演袁婉执导的短片《硬南非》已经累积获得7个国际奖项了。陈法拉知道之后都非常之兴奋啊。其实导演是因为大学时期看《冲上云霄2》的时候对法拉留下深刻的印象，之后在见面的时候更加有种惺惺相惜的感觉。陈法拉在回复香港另一访问的时候就说，他和导演都是工作了一段时间才重返校园，都是想提升自己，当时大家都身处纽约做学生，有很多共同的话题。陈法拉还说希望导演日后可以继续拍多些好作品给大家欣赏。